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玉凯，欢迎来到这个频道。今天为大家介绍非常特别的天选卡盒，它是一个新的玩法的抽卡机。大家可以在画面中看到，分别的卡片底下有一个数字，比如说我们以秀吉为例好了，它是一分之一，代表说这个卡夹中只有一个秀吉。那我们看到最下面，诸葛亮好了，三分之三，代表说这个卡夹中会有三个诸葛亮。那我们这样算起来，这是所有的里面卡夹会抽到的卡片总数是50张，那双子的就占其中的2张，所以你要在这50张抽到双子的几率是50分之2，也就是4%的几率，所以大家可以去依照这个卡片数去推估你要抽到的卡片的几率。这次就等于是几率大公开了，没有说什么1%几率什么的，没有，它就是完全的公开，你都可以用数字去算。而且这次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，它会抽干为止，意思是，假设你50抽都，假设你48抽都没有双子，那接下来2抽一定都会是双子，意思是这样。所以如果说你最惨也是抽50抽，一定可以把这你所有的东西都抽齐。所以这是一个很佛心的卡盒哦，所以如果说你之前没有入手双子的话，强烈建议你一定要抽这一次的卡盒，它是100%让你中奖，只要你肯花钱，绝对中得了奖。那我们来推荐一下，我推荐大家可能可以投资的卡片，首先是从上面数来都可以投资，那黑框的部分就比较是小奖的部分，尤其是那个打叉的高文，就是不要理他。对，那我觉得依序排下来最一等奖是双子，再来是秀吉，那接下来是三鼠的埃及，都蛮出场率都蛮高的。如果说你有玩水队的话，那当然是左上方那个忘记名字了，也蛮适合抽的。那诸葛亮我觉得现在关卡真的很少用到了耶，但是他不可否认啦，是暗对一张解很多特殊时候的卡片，有时候会出场也用得到。那杨戬的话就是控场，就是比如说只能用克属的属性、战场的属性去打他的时候用得到，或者是二消之后应该也快要潜能解放了吧？感觉上，还是他已经潜能解放了，易转，对，应该是快易转了。对，那我们就期待他的表现。那这边有血，你抽到的时候是计几的？像我们双子就是计10，那二等奖，埃及就是满计。那一等奖的话是哇三满哎，哇那真的很值得抽哎，因为像秀吉大家其实最烦恼就是他计15超难练计，那既然现在抽到的话就直接 OMAX 的话是可以抽抽看的，不过整个卡夹只有1/50的机会抽到我们的秀吉是有点少了，不过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哦。以上就是关于这个新的玩法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玩法怎么玩呢？那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的新玩法推荐的话，不要像你点到旁边小铃铛，下次有新的影片的话，绝对时间投资你哦。那我是张玉凯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